是，不知道怎么讲。艾琳教我的。好，我哪有这样教你？我明明是教你是不要跟小鱼玩。大家，大家，是已经没错，已经了。对啊，已经了，是进行式，不是，不是准备式。那他们在考什么？下棋吧。他选人事耶，他是不是想表示什么？爱你这大招给偏不给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表示什么？什么？你在吃东西。哎、欸、我在唱歌耶。对啊，唱书可以唱金三，明明这是釜山。什么金三？你低能哦！哦，他表示什么？看到了，他有刀。那刀是金的。对啊。那个原始哎、欸、准备下来准备下来哎、欸、我快有大了都出发了两个原始都有刀金刀哎、欸、哇塞好啦，既然他是金刀，我大真的就可以给他啦。我相信他的金刀，请不要是买来的金刀。这东西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代打来的，代打，或是雷出来的、啊。哦，队友可以绿出来的。原石在你后面啊！原石在你后面啊！我要走人了，不好意思，他们怎么去砍我啊？哎、欸，他最后一刀硬砍出来，我们敌人自己开大了，然后被龙吃了。真的，原石差距。他来，他这个金刀是买来的金刀。一个原石可以随着另一个原石砍，我万没想到。买来的金刀，哎，不给他打了。你打自己看着丢啊？那我是看着人来丢的、啊。结果原石跑去接大勇。摇他头，他头在草丛里面，我看不到啊，哪里呀、啊？不行。哎，别东西半张，我看到有知道。我们的原石。艾琳。嗯。呼唤。我换掉了。等我一下。不是啊，我想说我呼唤我换了那。你要不是你强化我也没有用啊。我的工资就是有限的、啊。原始的话，
丢一个夹子，这边了。哦，我就要全亡了。我没能量了。张张在左边是不是很爽啊？ 旁边班长射得很爽，加速治疗，没啥加值了。 对，他放太快了吧？他还夹到马上就要盾了，太屌了吧！他原来当点住我们的吗？是的。是。所以我们才在里面盯那么久。啊，请问你往前干嘛？哦，没事。嗯。帮我把上面打掉。 原师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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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！哦，不行，要爆了！哇塞！这原师差距。 直接吃光，吃满满的招。哇塞！哇，他真的死了。不仅我们来不及清点，来不及。哎，原始差距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有大才开的呢。那个啦，没有，我是说我们的原始。那他还说是不是的问题。
干，过不了的袁氏不是应该把所有招全部躲掉，然后隔挡回去，然后就不会扣血了。干，你真以为袁氏好很好用啊、哦？哎、欸，袁氏不好补，他在这顺来走来走去，我能射到他一下已经很厉害了。我能补他，可是还前面还有一些那个，比如说扎利亚的盾，球丢过去就没了。不是啊，那个盾范围太大了，你那一枪开不过去。你吃完了没？要不要进来玩？嗯，对呢，不知道四点。嗯，为了他，我想跟他玩，看他造化。如果他不想跟我玩，就关台了。好，我开。好，那我先取消周旋。我已经吃完一样东西，我想说再拿个东西来吃。哦，不是不想跟我玩了。我在开了，我在开了。我边吃。边吃边开，我需要等我一下。我忘记把视听关掉了。完蛋了，我跟小鱼一样了。要丢花束了？不是，弄到衣服了。那床上有事吗？我也没有在床上。你可以咬我了，虽然我还没趴哈。那咬下去他没进来有没有？我想仓鼠打桩机快一点。嗯？没有仓鼠那个打桩机啊。这样。那个扛错下坠可以时机短一点吗？在我大概滚个一圈，我可以砸一次；再滚个一圈，再可以砸一次。
他打可以那么快？谁那么快？排很久了呢。我还没吃完。你怎么可以吃那么慢？那是断点啊，你可以再继续吃。我们是攻击吗？我也没有要放下来的意思啊。哎艾莉，你看看学学吧。我已经吃完了，好吗？不，学学他玩的时候植物一样不放手。那你们就会看到有个后面有个捕食，都没在动作，在那边手上那边吃东西。我吃完了。我吃很快了，好吗？艾琳要吃一个小时呢。你好高哦！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很高。莫雅这样看起来很，他在肚子有一点凸起来，很像有那种肚腩。算了，先冲过去再说。那待会再等着你的传送门，在左边。你要走这里，也是可。想说就架嘛，如果他们没注意的话。左边传送门。该搬家喽，节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过去，我继续拖。哇哟！OK 哦，你死，我死光了。嗯，好像，艾琳风暴找了回来，喂，先回家。答应受罪了，我还醒着好吗？我是说对面的莱茵 ，OK。所以你说我是对面的喽？你要玩啦，很难沟通啊，真的很难沟通。哎，死人！喂，干干干干！呜！不行，这许盾没有用啊。莫伊拉大盾完全没有。哎呀，没按到许盾。没有，我只是挡一些其他的而已。哎呀，没事。Hello。对。再来几点就几点了。哎妈，认真玩了啦。哎呀，干！我被炸起来了。天呀，你自补一下吧。哦，好，你自己来撑了。后面，后面咋地呀？咋地呀？咋地呀？好事。喂，没了没了。对不起，没，刚刚没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黑球在这里？哎呀，他不能贴莱茵，贴莱茵的好痛。不是，重点是我刚才被敲起来。不是被敲起来，被炸弹鼠炸起来。没救到。厉害！啊，每次看对面太低等就没好了。挡不挡得到？挡不挡得到？我很努力了。坏蛋了，坏蛋了，坏蛋了！三叔，不是，这样可以把我动下去。我倒是看懂，杰少刚刚按虚也不特，就他撞在杰少旁边，他卡一下反弹，再回。我就给你吗？
有加字 ，OK。 后面是灯。哎，按到啊，没关系啊，有没有人要补血啊？对前面没人呐、啊，没关系，对着就对了，让他们不敢过来啊。太远了，他们该来不及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了吗？只能还准备躲起来的说，只能在这边躲好的说。我在距离跟他的位置啊，我还在听呢、啊。哎，三叔哎，看敲不过去，是不是夹住了？看，怎么死光了？被死神了！被锤加死神，直接应该说反正就很残了，然后死神开大，开大，对，太集中的被锤了，就直接没后续了，那就是坦克的问题了啊！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后面是谁？哇，我上面。哇，傻眼呢。这个没办法。你们那边我补不来、啊。为什么有炸弹？炸弹水都有啊。不是，他感觉是在楼上。他还藏在楼，他有藏在楼上。我以为他逃走去补血，没有。咋办？哎呀，被吸死了！帮忙破盾啊，杰超！啊，不行，我只能这样。趁着点！那是莫伊的，那是对方莫伊，我还是我们家莫伊的。不行，不是有战斗点，他这样不算延长。不是啦，没有，那就不会了，一旦点上没人，他就会以很快的速度把那个消掉。没有，我刚还没有倒数完就死了。啊，关台啦！好，好啦，今天下午台就开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呵，听那表。